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，欢迎波兰总统安杰伊·杜达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杜达访华的有总统夫人、驻华大使、总统府办公厅主任、国务秘书等。乐团奏播中两国国歌，鸣礼炮21响。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，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杜达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